盘点那些退游的老主播，看到最后你敢相信吗？有没有你喜欢的主播呀？伙伴们先看头像，我相信我不说名字应该很少有人记得他了吧，他是最早最早的主播了。伙伴们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？我是汤米。今天我们要挑战大神跑酷。哎，没错，明明是小菜鸟，但是却挑战大神跑酷，我们是不是有点不知好歹呀？伙伴们听出来了吧，他是汤米姐姐，有没有人记得他呀？我刚开始玩迷你世界的时候他就是个主播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老的主播了。伙伴们你们还记得他吗？如果你记得点个赞好吧，不记得的伙伴扣个一。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兔美美。新的一年已来临，感谢所有小伙伴在这一年里对兔子的陪伴以及对半仙家族的支持。为了答谢小伙伴的不离不弃，我们半仙家族将会送给小伙伴一波神秘大礼。伙伴们听出来了吧，真人版兔美美他是半仙家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也退游了呀，并且最奇怪的就是他在游戏中的名字也改了，改成了一个小小的兔子，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归。我觉得应该会回归吧。如果你记得真人版兔美美，伙伴们点个赞吧，谢谢。看头像大家猜一下吧，这是正经家族的谁？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好吗？伙伴们听出来了吧，他是正经家族的你们的美人姐姐呀。伙伴们他也退游了，正经家族已经有很多人回归了，我相信慢慢他们应该都会回来的吧。伙伴们我只盘点了他们三个，但是我知道有更多的主播退游了。你最喜欢的主播退游了吗？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吗？谢谢。